惜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追到你。我要你跟喜欢篮球一样喜欢我。在加入篮球社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未雨绸缪。这个呢，伤痛软膏是让各位呢在被云上海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贴的。那我这里呢，还有伤残意外保险。假如呢被打断腿，我们下半辈子也不用担心。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敢拿出来献呢？Are you ready? You said go. 你妈个 chance. 加入篮球社 ，Come on man. 打篮球不止受伤，还流一大堆汗。小西，我看算了啦，看他一脸死 gay 样。所谓的是非，放开双手，任由你想象到嘴边的余味。把药吃下去。凭什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你撞了我哎，还敢来？你滚！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的身体连动都动不了，我还是会恨你一辈子的。段晨峰，不管你怎么想弥补，我都还是提出告诉你，我已经休学，我也不再打篮球了。心相爱。小心！嗨！嗨你个头啊，白痴！谁说你可以叫我小七的？别在那里装熟好不好？那你今天皮又痒，欠扁了。找个人，对我太子来说又有何难呢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是你听好，我现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告诉你，我太子喜欢你田雨希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追到你。我要你跟喜欢篮球一样喜欢我。我要你的生命中，除了篮球之外，还有一个我。怎么样？如果你跟我去约会的话，我就带你去找董其生。真的？思想已停止运转，除了有无止无尽的责任外，什么都没有资格再去计较。从车祸的瞬间起，我的责任就是要照顾被我夺去未来的 Angel， 让他开心是我的使命。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已经分手了？你为什么还出现在这里？我今天看到你到我们学校来，所以我想你是不是来找我？找你？是有人通知我去看一场云上凯子，追求你的戏。你果然误会了，都是那个太子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想要怎么做是你的事。我相信你不是会利用人那种人，我不想就这样和你分手。以前的段晨峰已经变了，这个东西他再也用不到了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们之间已经完了，你不要再烦我了。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，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
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，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我念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，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。太子，您要的资料我们已经透过特殊管道从全国所有的档案系统中调出，非常的齐全，请您过目。嗯，开始吧。段成峰，绰号流川枫。瑞安高中篮球队背号七号的先发球员，身高1.85米，体重65公斤。在最近几年的全国高中篮球联赛表现都非常的优异，无论在得分、助攻、快攻还有篮板球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并且被全国各大媒体封为篮球精灵。段成峰帮瑞安高中争取到了本年度的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冠军，拿到了个人 MVP 之后却意外地提出了休学，并且拒绝了所有球队的邀请，包括美国跟日本的球队，现在则是在一家工程建设公司打工。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不要，今天是篮球队招生，我一定要赶去参加。哎，大小姐啊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觉得你可以走得到学校吗？省点力气吧，我看我送你去学校，你在车上还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才有体力招生。各位，来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在加入篮球社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未雨绸缪。这个呢，伤痛软膏是让各位呢在被游上海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贴的。那另外呢，来，这个更厉害喽！哇，我这瓶药水呢是让你们伤后服用的。再来，最棒喽，最棒的是这个。哎呀，我这里呢还有伤残意外保险，假如呢被打断腿，我们下半辈子也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大家算做朋友。你妨碍到我们了。这位同学，你的脸色看起来发白，而且呢精神又不好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这瓶维他命 C 便宜算给你就好了。你这么黑，我有一罐防晒系数60的防晒油，我算你便宜一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别这么小气嘛，借个地方做生意啊，同学下次有空的话再来找我啊，我们大家交朋友，算你们便宜，好不好？Baby, 目的は一つ目もそらさ必ず狙った獲物を秒殺パーツでおしまいは白黒はっきり1から10までメイクはバッチリ I'm the reggae like 100% を出し切り悔いない人生楽しみ暴走特急でトップに先立つレースは自分の愛で乗り嘿，这位同学，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你敢拿出来现啊？Are you ready? リセット今がチャンス Baby 瞬間見極めて誰とダンス Baby 目的は一つ目もそらさず暴走特急でトップに先立つレースは自分の愛で乗り出す我想请你加入篮球社。加入篮球社？ Come on man， 打篮球不止受伤还流一大堆汗。小西，我看算了啦，看他一脸死 gay 样。黑熊，白痴才打篮球，走吧。你别走啊！喂，等一下，这位同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啦啦队最崇拜有节奏感的人了。原本我还想让他们大开眼界的说，不过现在算喽。啦啦队。啦啦队最崇拜英雄喽。那你们篮球队要怎么样报？点击报名单。他怎么穿晕上的制服啊？我跟他没关系啊。对，跟这种人不要有关系啊。伯父你好，我是刘华。叫什么？
刘华。哎呀，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不要吵，刘华是吧？哎呀，那你妈妈是不是那个范？我妈就是范春莹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就要大名就要大名。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平常就不懂事，调皮捣蛋，要什么地方得罪你的话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好大，干嘛呀？为什么呀？干嘛？你干嘛对她这么宠？你这样很丢脸。怎么丢脸？你懂什么呀？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他是个金矿，你也对人家好一点啊，这样子我们7岁的财务问题啊，说不定靠你解决了。哎呀，以后7岁的幸福就交在你手里了啊。这胡说什么啊你？我们小区后半辈子幸福就交给你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干什么？董教练。那一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。别打死我好不好？你知不知道陈峰在哪一个房？我告诉你，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为了一个女孩子。想回来，教我如何接受这安排。